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大熊的飞翔。太香了，香不香？这实验吃完晚上不能吃了，我不吃了，晚上就完事了。看我们大哥多能吃啊，说吃两个，现在都已经吃20个了，吃30的，看看能不能吃30的。你也多吃点，大哥。你也尝尝。我吃了，我吃了，吃饱了。可以。哎，我吃了一碗。还吃吗？还吃不吃啊？
不吃了。你来我端，我端吧，大哥，你放这，我端，我端，没事，我来端，我来端，我来端。放碗架里啊。就搁那顶上，再搁两个，就搬一动。这一天你干点活也费劲，是太不方便了。这腿脚不行啊，真。哎，喝点奶解解渴。哎，慢点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谢谢。谢谢什么呀？慢点喝，慢点喝。哎呀，今天饺子好吃啊。嗯，下次咱们来包包子。嗯，行不行？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嗯嗯，那我走了，再见吧。嗯，再见吧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走了，大哥。我走了。完，您老注意身体吧。嗯，行了，大哥，回去吧。你可别送了，你可别送，快回，快回去。快，我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快回去，回去吧，大哥啊。您老注意身体。嗯啊，好嘞，好嘞，过两天我再过来啊。好嘞，门关上，门关上。哎，走了，大哥啊，回去吧。哎。